打开成都的方式有很多，熊猫、川剧、太阳神庙、绝美风光，当然还有一样必不可少，火锅、海椒、花椒、花果、茴香、草果、香叶。哎呀，可以了可以了，锅底料热身完毕，准备起锅烧油。自古蜀而来的烟火气就在这口麻辣鲜香的锅里面上下翻腾了几千年。火锅吃起来，大运会也看起来，沸腾成都，欢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你。